啊，好撚熱啊！如果等人出打就撲街啦。屌，我真係咩？屌，我家唔生住，嗰晚焗住。唔嚟啦！快喎！快快快！抵掛有車，有車，有車！哇！冇啊！你見新城市嗰邊嗰間都係咁，已經成為有呢個標誌，抗爭嘅標誌。我等等影。真的會避開佢哋。我依家喺邊？有埋你嗰邊，即係吉爾家。佢哋咩有啊？莊園。哎，可能你在買什麼新的？哇，我可唔可以影到你噶？玩完啦已經。揸撚住都行行嘅，冇啊！點解可以刺激個消費？奇怪。你問佢哋老細啊，通常都係老細決定㗎啦。正常。後勤冇人重嘢喎，撲街。冇啊，其實你喺前線唔會有人幫到你㗎。合理。你見我由六月到而家，我整嗰啲前線 post 全部都係自己打自己 post。我都係啊。根本冇遇過依家，唉。我認，我 up 咗啲相落新聞報道先。咁可以見到咧，就本來去到依個時間應該開嘅鋪頭，好多都落曬閘咁。新鮮有開。新鮮就頭先見到海底撈啊！新鮮，你有冇聽過嗰首歌咩？喂，直播緊喎。放心啦，都冇人聽到噶啦。城仔 K 歌 ，save 低啲。其實我想說他的生意其實挺不受，真的不受影響的，如果人家就這樣看的，不如說好了，因為其他衣服都收了，真的你出來消費那班都會照出來消費，只不過他們害怕，巧找這些富貴險中求，真的富貴險中求，這麼像 GTA 那些遊戲，我們可以這個冇啦，雖然有食，雖然好多商鋪落曬閘，嗰啲樓上鋪都唔會受影響嘅。多得光都仲開添。擠埋啦，包先。打招呼啊！你啊死我！嚇，攬死我！我知，係日文嚟嘅喎。
呢個入口嚟啊！咁其實啲巴士唔使改道都得㗎，我見啲人都要讓車。唔係啊，佢係部分咯，佢大部分都唔俾你入呢個彌敦道，除非好似依家咁夾硬開入嚟，咁啊理解。同埋彌敦道係冇可能放一啲巴士唔放一啲巴士，係咯，尷尬咁都係嘅。你一放，你成條彌敦道都係巴士。我諗嗰個 van 仔都係應該有得賣，唔知啊。入得嚟嘅，佢頭先係夾硬扭太入嚟啊嘛，有架、有架車。嗰個唔係保時捷嚟嘅咩？哇！係咁威，我唔知係咪講乜車保時捷。嗱，你睇下啲中資公司。上四三中商中聯辦啲中字頭啲書局咧，就一定俾人咁樣黐噶啦。前面咪 ICAC 嗰度咯，以前好哇，香港冇 ICAC 好耐，賣咗半嗰度，賣咗半個 ICAC 喺度。其實一樣，一樣。其實咁樣行好快到尖水，一啦，一就到咗墩。你見唔到咩？執咗啊 ！I C A C， 好似係賣一半啊，執唔得。因為佢咪有張圖咧，係嗰 I C A C 佢貼住咗啲嘢嘅，好似就係呢間，好似就係呢前面好多人。出嚟嘅真係可以話有老有嫩嚇，好油。嗱，定眼一望咧，就前面係見到極多人嘅。如果打橫塞滿曬，至少500-600。如果淨係塞咗一條咧，就至少300-400，好似係咁計。佢沿路分佈過去咧，應該就有1000+嘅，唔排除依家入夜啲人放工就會更加多。邊個喺度唱 K 啊？苗山人唱 K 都正常啦。我未行過苗街。誒、欸？咁快？依家先。喂，上次我喺 Sogo 嗰度拍咗成日直播，拍佢拆鐵欄。係啊，就係拍佢哋拆鐵欄。見到李長福正在觀看緊。但係呢度拖過去都幾濕滯。呢度拖過啲都幾撚濕滯。但我想佢唔係封曬咩田？佢哋應該唔會封去尖嘴噶啦。應該一定會喺呢度 set 防線。咁呢個位咪得？其實呢個位置都幾難走喎、啊，你去邊面走啊？後面啊，後面就有成幾百米先走到喎、啊，就走到加士居道交界已經有示威者拆鐵欄。再前啲應該係越多人嘅地方，應該係啊，佐敦嗰度。越多人嘅地方就越不安全。O、okay. K， 身心最安全咪警局咯。係啊，冇人得救。咁樣感覺好黐，我哋啲呢種感覺。真係喺6月到而家行大馬路嘅感覺真係
最舒服今次六點零七點喎，真星期六喎，咪係咯，喺條大路咁樣，哎呀，旺角嘅六七點嘅威蟹大話路。因為警察冇封路，一嚟，因為佢哋真係要轉到入嚟先知係冇得停冇路咯。點解？哇！西貢街，華福街，就咁行已經過得出，應該仲要沙子。唉，做咩啊？呢啲國難財可恥，自由黨即刻有幾多錢？嗯，自由路，呢個叫自由包，我哋叫自由路。唔知啊，大陸嗰啲譯名好鬼搞笑啲路，有盞燈，少穿多穿，少穿。呢度就已經是左燈道和利燈道交界，
就已經有示威者在佐敦道建立防線了。你有冇頭先喺佐敦道影低啲相？有啊。你可以出個 post 話下佐敦示威者於佐敦道建立防線之類嘅嘢。咁呢批人就相信係由啱啱喺紅隧翻嚟嘅示威者啦。呢個係做乜嘢？放尿袋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。證據啊！但係我可能蔣麗雲講。你試下埋去傾兩句啦，跟住我再影低你，捉個 S。Are you going to interrupt the business in Hong Kong？ 時代革命，我講一個時代革命。光復香港！時代革命！光復香港！時代革命！光復香港！時代革命！時代革命！時代革命！人潮咧，咁人潮翻曬嚟，咁我哋係咪應該倒翻轉頭咧？依家係19，問下你先，問下東哥點搞？問下佢有冇粉失紅碎先？佢應該有粉噶啦，咩啊？你報道都唔會睇咩啦，咁你喺個位就有粉噶啦。Okay.喂，你係咪仲喺尖嘴啊？係啊，咁我因為我見啲人過緊嚟咯，佢會唔會喐啊？哦，好啊，拜拜。好啊，拜拜。想做咩事？好，我收到最新 order 去太空館嘅。太空館，啲人潮咁樣翻嚟喎。緊要啦，我都要俾啲嘢佢。咁啊。